陈小华，这搞定他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也不懂啊，干嘛就这样一走了之啊？走之前不跟我们讨论一下，还敢说我爱干嘛就干嘛？我看他比我们更任性。我想他早就决定这么做了，你没看他早就把东西准备好了，然后一大早趁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留下这封信，所以这件事情啊，他想得很清楚，而且想得很久，不是一时任性。可是这样要算什么？他把我们关心他的人当做什么了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他讲安妮姐的事情，说不定他就因为这样回来啦。我去他领路上留言。既然好了啦，他跟安妮这件事情都需要一点时间沉淀啊，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解决的啊。而且我相信啊，我只要守在东华村，总有一天会等到陈小华回来。可是他把地基留下来嘞，是我们把东华村卖掉的意思吗？不卖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我不可能把东华村卖掉，你放心。除非你爸他没有，除非。哎，你这个人就是太好讲话，才会被欺负的这么久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就算陈振东坚持要卖，你也不能卖。东华村又不是他一个人，他不能替我们做决定。还有，不是我在讲，这陈家男人怎么都有落跑的性格啊？啊，遇到问题动不动就想离开，还有呢，动不动就想把自己的家给卖了。我告诉你们哦，从今天开始，东华村再也不能再让那些男人帮我们做决定了。只要我们陈家女人一条心，东华村一定永远都在。你笑什么？我很认真的耶。他们本来就很没有骨气啊，我们三个女人都比他们有guts。妈咪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比我们更像东华村的人啊？好好好，东华村不卖，我们把它撑起来。好，我现在宣布，我现在是东华村的 CEO。啊 ，CEO，CEO，CEO， 这才像话。哎，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入股。真的假的？没假币，没假币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骗你干嘛？阿姨，那么早就要开店做生意啊？对呀、啊。我哦要比以前更努力了，不能像陈小华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。我要把这里哦好好的经营下去，让陈小华还有其他人啦有地方可以回来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努力。玉兰，这里有一封比赛主办单位寄给启立的信呢。真的哎，这会不会很重要啊？要不要先帮他拆开来看看？帮他拆开来看看呢？不好吧？可是会不会误事啊？哦，干嘛就是自己想干嘛？我哪有啊？他的事情我才不想知道嘞，跟我又没有关系，还是让他自己猜吧。啊，我是启立的师父，又是东华村的 CEO， 我来猜应该没有问题的哈。出国比赛推荐信函呢？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阿姨，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那个推荐信啊，推荐。确切事项：如参赛得奖者，需在英国伦敦美法学院担任助理了。担心啊，也不知道启立是要怎么做决定啊，哈，
其实我本来就不担心他不回来，我已经不敢再去想跟他可以走到哪了。我比较害怕的是，我怕他会因为某些牵挂而放弃他人生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秀长的意思啊，玉兰早。吉利，这里有一封你的信啊，我给他拆开来看了呢。没关系，我回去再仔细看看好了。吉利啊，恭喜你嘞！你要出国比赛，去英国比赛呢，你现在可是东华村之光哦。师傅，谢谢你，我很高兴能够有好成绩。只是出国这件事情，我可能还要再想想。等我要做决定之前，我再跟你讨论好不好？吉利啊，我知道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以师父的身份命令你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准放弃这个机会。更何况陈小华人不在家，我更要替他为你做这个决定。小华哥不在，他去哪里了？陈小华去寻找他自己的人生，你更需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啊！你们可以把东华村当作是家，但这里不是牵绊住你们的地方。如果你还认为哦你是这里的员工，你就要听我这个 CEO 的安排。师父，我不是不尊重你，只是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考虑一下。像去英国的机票啊，还有生活费，而且要是得停留在英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马上帮你办一个那个义捐募款大会啊！啊，到时候那个生活费啊、机票都不会有问题了啊！可是，不要可是了啦！你还不赶快听秀川阿姨的话？如果你因为任何理由而放弃比赛的话，那我母女就不会再理你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证明给我看吗？我以为你很带种哎！哎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我们赶快来计划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来计划要怎么办那个义捐大会，要怎么筹款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多东西哎，可是阿姨，这样时间会不会有点来不及啊？你想，我们要做海报啊，什么输出都要花时间，而且你一张广播根本就没有人在听。我想，我们应该要想那种更吸引的方法吧。想那些有的没的，还不如有个活广告比较实在。妈咪，什么意思啊？李绮丽，如果你有办法呢，把你师父变得比我，比玉兰漂亮的话，就像综艺节目里面的那些素人大改造啊。如果你有办法，我们就承认你有资格可以出国比赛，这样大家也对你更有信心，不是吗？你现在是不相信你徒弟的功力喽？这跟我相不相信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妈拜托哎，我几岁的人呐、啊，哇，这跟鬼一样，我不敢出门呐、啊。什么活广告嘞？哦，要做活广告也是玉兰呐、啊，她年轻貌美嘞。我不要，不是啊，我再怎么造型就是这样子了嘛。可是阿姨你不一样啊，你平常都穿那么朴素，这样子反差才会大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左邻右舍人都认识你，这效果更好。我不是赌气不想当起一点活广告，我只是真的觉得秀春阿姨比较适合啊，所以赞成我这个提议的举手。我也想看你变得怎么样。我就知道你想故意整我的哦。不要啦，哎呦，真的不要啦，我几岁的人了，要做活广告也是你陈玉兰吗？绮丽，你帮他做活广告，绮丽帮他做造型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你以为你是 CEO 你就可以破坏民主啊？对啊，阿姨怎么当了 CEO 之后变得跟陈小华一样赖皮啊？就是说，
哎呦，不要，我要了很丢脸呢。那再加我一票好了。你虽然东华村的 CEO 一票抵两票，但是我们有三个人，一共有三票，而且你们说的对，我会勇敢的面对挑战。我相信我跟玉兰一定可以把修妆阿姨弄得很漂亮。玉兰，那阿姨的妆跟指甲就交给你了，不建议跟我一起合作吧？现在应该没有理由说介意吧？啊，那太好了，三票对两票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大改造，耶！好，我豁出去了。哇，涛哥，你帮我弄这个旗子超赞超可爱的啦！阿廖姐姐，免啦，你帮我切点头，嘛是真赞啊！多谢你啦，你有介意上重要，有缘我再替你夹头毛啦，多谢啊！从今以后，我要把东华村的温暖散布到每一个角落。小姐，大哥哥真的不用钱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而且你们谁先上来让我捡？我有准备礼物，我给市场哦。谁先来？我要，我要。谁先？好，不要讲，一个一个来，乖，来，举起来哈！你跟姐姐先在这边等，糖给你。你们先在旁边吃，我先替这个弟弟捡。等下就换你们喽。你们很开心。平奶一百啊，好好，来100块，几百块啊，你买错，你这个色鬼，付钱，你偷摸我还不付钱，钱呢？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对他做什么？小杨警官，他刚吃我豆腐，而且他拿了槟榔不付钱。我刚忘记而已，我验付，平时没有那么严重，知道吗？去，一路，你觉得要怎么处理？是性骚扰还是告诉来论罪？如果你刚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可以跟我回局里做笔录。没这麻烦啊，你刚教训他已经够了啦。我看你以后不要乱骚扰女生。丁老师嘞呀，走！你不要变成说他没有脾气，误会。我跟你讲，这边人哪是我来看，在地拢知啊，靠等再去。阿爸说他没有回来，你再死。不会那样子，不敢了。我原来就冒的。那也不钱。警官，麻烦你，不然我没有办法付钱。看，你还看什么看？我跟你讲，这槟榔摊是黑白老大在雇的哦，而且警察就是我男朋友。不要乱讲啊！我不是你男朋友。跟这个用一下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没事，不要乱用啊。我先走了。阿大哥，我先走。哎，小张警官，你要再来保护我？没啊，安静哪样呢？哎，这以前的态度怪怪哦，较早都无这笑面啦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嘛。你不觉得刚刚小唐警官呵，就把那个坏人压在地上，帅哦！而且他现在讲话也不像以前那么机车，不像人情味啊。杨哥，你上次重色轻友抱我鸽子的时候，是小唐警官那载我回来的，哎，真的会忍不住想多跟他讲两句话。哎，没啊。嗯。啊，你现在是要转移目标啊？想跟小华无机会啊！阿舅妈王一清啊，小华哥拒绝我早就不是新闻了啊！你不是叫我卖公龙啊，赶快放弃吗？我现在想一想，我觉得
小警官也很帅呢，你不觉得吗，哥？差不多哎。请问一下，那个东华村理法厅怎么走？哦，东华村了，小姐，我跟你讲哦，因为叫弟弟去啊，哦，然后呢，看那个庙就给他左转第二条巷子就到了。小姐，啊你偌济人哦？济人呢？啊，你叫我小姐哦？哦，真的有这么年轻吗？好久没有人叫我小姐呢。华村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你把这小子叫你爱邮票。小四还是小五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爸有小四还是小五啊？你是不是知道我爸躲在哪里？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，我怎么知道你爸在哪里啦？我就照常理推论呐。有小三就有小四，有小四应该就有小五吧？知不知道这位小姐哦？你排第几嘞？嗯，这啊，很像那个啊。来，我们给他仔细看清楚。哇！小三，来嘛，这么正啊！正啊！哇，你的鼻子咬掉啊！你都摔倒了呀！体力帮我摔倒了啦！啊，他要出国比赛，需要一笔钱呐、啊！啊，玉兰哦，就叫体力帮我弄成这样，让厝边隔壁都知道哦，是体力帮我做的。哦吼吼，赞赞赞赞！体力呢，被请钱出国比赛，那算违法呐！虽然说我的头壳无几毛，绝对爱我个放上去。妹妹，你好，我去抓三个放上楼梯出来，紧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吼吼，是吧？好水啦。我啦。做一个少年家呢啊。我都够老，都害羞了呢。是我还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些。